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讲份数了。咁喺讲份数之前呢，我哋先讲一讲我哋熟悉嘅除号先。咁我哋熟悉嘅除号呢，就係咁样写嘅。咁其实佢原意呢，就係话我哋开头有一样嘢喺度啊，咁啊有第二样嘢，咁夹埋就有两样嘢啦，然后我哋分开佢，係啦。咁除数我哋一直讲开就係将一个多啲嘅嘢，然后平均分开佢，咁啊中间有一条线将呢两样嘢分开咗，咁呢个就系除数啦。咁咧份数咧就系讲紧同一样嘢嘅啫。咁即系乜嘢啊？咁啊，例如一除以二咁啦，咁咧佢就系讲紧，即系呢度啊，本来有一个饼，即系呢个圆形嘅呢个饼，然后平均分开两份。中间呢一刀切开咗佢，将呢个圆形嘅饼平均分开咗两份，然后咧我就攞咗一份喎，我攞咗一份，系啦，攞左边呢一份咁啦，咁啊填紧颜色呢个咧就系我而家话准备攞咗嘅呢一份啦 ，sorry 啊填得唔好啊，咁但系你知嘅就系我讲紧呢一份啦。咁我哋點樣表達呢？我哋首先話，我哋表達方式同寫呢個除號差唔多嘅啫，就係、是、拉一條線，咁呢一條咧就叫份數線。然後我哋本身一個餅分開咗，平均分開咗兩份，咁下面咧就寫個二啦，平均分開咗兩份。然後我哋攞咗一份喎，攞咗一份咧。就寫个一字落去，咁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，我哋就话上边呢一个咧就叫分母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下边呢一个咧叫分母，亦即系呢度系啦。咁上边呢个咧又叫分子，分母嘅意思咧，亦即系话我本身有一个饼啊，分平均分开咗几多份，咁就系分母啦。而分子就系、是。在分完之后我们拿了多少份，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是拿了一份，即是有了颜色的这个，那么就是分子了。那么这个份数呢，我们就会读做二分之一，来多次，二分之一，中文这样写，二分之一，是啦。咁英文嘅话咧，我哋可以读做 1/2。咁英文就有少少奇怪，会倒翻转同中文嘅次序嘅。咁佢哋谂法咧就系、是、个一喺个二上边咧，咁 over 就系解上边嘅意思啊嘛。咁个一喺个二上边咧，咁所以个读法咁就系、是、系啦 1/2 嘅。咁咧中文就叫二分之一。咁如果大家不需要用到英文的不要緊，只是學中文都可以了。但有時呢，我的講解有時以後的片段可能為了方便起見，或者可能我口快都會用這個表達法的，希望大家知道了。有時會讀做 1/2 或者二分之一的。那來多一條，例如二除以三又是什麼意思呢？咁啊，同樣道理啦。我哋先睇咗呢個三，呢個三咧就即係嚟呢個表度係啦，呢一個表度。咁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餅啦，原本有一個餅，咁又平均分開咗三份，平均分開咗三份。咁然後點啊？又係老規矩啊。咁我哋就攞咗兩份，即係而家間緊線嘅呢個，係啦。咁啊，平均分开咗三份，然后攞咗两份。咁咧，表达完个相对应嘅份数要点样表达咧？就系呢度先画呢一条啊，呢一条份数线啦。然后我哋平均将个饼分开咗三份，然后攞咗两份。咁咧。就是这样表达了，这个就是三分之二了。三分之二，又或者 2/3。
就是这样啦。如果我们学过例如有个位数，然后个位数之后有小数点啦，小数点后面的这一个位呢，咁就代表 0.1 啊嘛，系咪？咁如果呢个系3嘅话，咁就代表 0.， 咁就系 0.3 啦。咁 0.3 呢，如果化做份化做算式表示呢，亦即系3除以10喎。咁呢，呢啲系相对应嘅。我哋遲啲就会讲下呢啲份数同埋小数点样对应嘅。咁啊，唔紧要先，今次就讲住，如果3除以10，咁又系咩意思呢？咁啊，都系老规矩啦。咁啊，除以10，亦即系我哋有一个饼啦，平均分开咗10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啊，分开咗10份，咁啊，又系啦，然后我哋。今次呢就有3份，亦即係而家畫住嘅呢一度，係啦，呢一個3份。咁呢個用份數點樣表達呢？一樣先畫條份數先。份母係將個餅平均分開咗幾多份，亦即係呢一個10。咁啊，我哋攞咗10份入面，我哋攞咗几多份？1、2、3，咁啊，我哋攞咗3份。咁呢，呢个数字呢，我又读做10分之3，嚟多次10分之3，咁啊，或者 3/10, 咁啊，份数呢就係咁多啦。咁啊，下一集呢，我哋就会讲啲奇怪嘅份数嘅，或者其他的份数的。